吹来弹打是第一套专门为从事电脑影视配乐编曲创作现场演出的专业音乐人设计制作的中国民族乐团编制音乐，为中国民乐音色在电脑音乐技术及内容上结合的一大步，让专业音乐人可以摆脱音文化隔阂而摆脱隔靴搔痒的国外产品，从而拥有了符合中国自身音乐逻辑的独立选择。吹拉弹打让专业音乐人能在电脑上有效率地选择使用高水平的完整民乐音色，减少实际录制乐器演奏的成本及时间，大幅强化使用的方便性及各种技法的实现。透过自主开发的QIN RV机架板，给予用户自行发挥创造力及调制的弹性可能。QIN RV机架板是根据空音的自身经验及需要而开发的原生材料回放插件。空音全新QIN RV机架板支持16轨 MIDI 多通道及多声道，可同时载入多个不同类型的乐器，在方便性、稳定性、兼容性及效能上取得大幅的改进，是针对中国民族乐器特性而开发，尤其在连奏控制上突出了中国乐器的特色。QIN RV是空音在2009年确立并一直在持续研发的项目。QIN RV的特性在于其设计的思维典范，采用中介的扩充模块以安排各种进阶的效果，让音乐人无需仰赖脚本语言，既能轻易地掌握使用方法，是实用与技术间的完美平衡。我们和国内的市场及用户们一起成长，也因此在前期的投入及摸索上花了很大成本，但我们坚持一定要呈现给用户最好的一面，而吹拉弹打的推出就是这个目的地。